比索多屯客家大操作规划品牌，也屯生意推广到国际方，还必须用好客好旅游来做主题。分配参加国内四大有名的展览，今年先办的是台湾登陆名品展，还必须用结合文创设计的手工艺品，还有客家庄特色商品，而本民众感受到过新的客家生意。小朋友送点毛沙，拿点米奇，用发条骨头来烧鸡客家特别的米食文化。他比比也按农业来，让客家传统产业同文创产业来结合。各项客家的特色商品，在经过重新包装过后，不但将油诶是来用诶，咩加动油加出。包装诶无注意诶话，佮质感嘛黑茶。价钱也拿不上去，所以客家 VNV 啊，啲安东人就斧头给改善佢嘅包装，包装嘅质感一提升啊，佢天天加价钱又高诶，高诶收入也较好。昨天厨师嘅师傅调定用心做出来料理，表现出彩。而且今年梁友祥讲，头摆见面食嘅客家料理，虽然有好食，不过较简单。也当然来市面上见来见到精致的客家料理，其实都有价格进步的。另外，这行到世界也负责旅游节目桥拍的阿强，每对台山县的客家庄特色老料路线，印象动人。我个人呐、来到了台山县之后呢，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有深度的客家庄的茶文化。那现在呢，在台山县上面有非常多的茶园、茶庄，他们都提供了很棒的美人茶制茶过程的体验，甚至有的茶庄呢，他们还做了很精美的中文、英文的介绍影片，要让外国的朋友也可以非常的了解。他必须用好客好旅游做主题，行销展台的客家特色商品。你是不是在台北市民中心开设台湾登陆名品展？他未必爱用各种动油烤食的手工艺品，同客家美食一条彩体文化商品，为大家来感受头摆忙食款歌的客家。客家新闻分享分享做特别报道。